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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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林，你把阿飘喝过的酒，那个酒瓶就这样把它留起来了。像你家可以隔一个这样，我们家没有这么脏。几磅？那破几磅的有些称作过三磅。什么叫做过三磅哈？这种破几磅来讲的话呢，比如说这里有座山，有没有？你已经在这个地方，我放在这个地方，炮没办法直接打穿嘛，你这里有座山嘛。那个破几磅的主要目的呢，它打出去呢是这样抛物线打下来的，它买输的。好，可以看到这场面。好，它在这个牛奶山多，第一树多嘛，它早期十万大树，第二多什么？阿宾哥多，阿宾哥多呢，再来什么多？第三多什么多？太阳那多，天上的水更多了。这个时候就是这样，你们都有当过兵了，还告你们了，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装什么用？聪明啊，没有错，这个装火药用的啊。后面一定要挤压进去，后面一定要放火药包。一件男装的，像这个花灯。一样的道理啊，不管用啊。我们小时候常常去。对，我飞机机现在要不要站嘛？要站嘛嘞？要不要站人啊？你有三二，啊！你卡那边啊站啦，唔通嘞？人伊上路啊，啊！卡嘞啦！三啊，站袂落啊！没用码头的。快点，把这人拿。哈哈哈！哎呀呀，徛在多好，怎么转？啊？三。不丢，我就丢丢，哎呀！哦。它这种树来讲，不容易长贵大，这种贵大呢，好像不会再搓了，去角质啦。搓了，有点歪了。叶子啊，叶子的。好，我们是叶青棍啦。好闻啊，叶青真的有那个味道。像玉米的味。有吗？有很香茅味。对，像那个喝太。哎，有香茅，好像也有香茅的味道。香茅有吗？对嘛哈。哎，有味啦，杀不灭掉啦。哎，杀不灭。杀不灭呀，杀不灭。无啦，其他啦，其他都无味，你那带的无。我感觉要录了。我行啊 ，baby。我叫着你，叫着你，阿姐。看山就怕。我着山着惊，无影，还要爬过林山。啊，行，来，行。哦。秘境哦。哎。我觉得这里好看。想后面一点拍照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这个我查过，阿姨拢我都有。来，后面人来。啊。后面人。你们等一下可以跳哦，这边可以跳。不用换那个姿势了。OK。哎。啊，对了，来，我叫主持人。我用你这个干嘛？听懂吗？哦，所以我就没跟他要了。他说啊，你不要来讲话，是吗？这个这个话，我说不用了，我这帮你带是应该的，这是你这个你在这个要带。啊，这个是有礼貌，听懂吗？穿过的碗筷，我穿过的衣服，今天都走过。
他叫我从今天啊，但是呢啊，但是呢，常常带客人去，常常都骂我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不好的啊。这个先生的家人呢，啊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哈，他们直接到里面来。一些新发展的毛病，那毛病来讲的话呢，你看蒋介石，蒋介石和宋美龄可以说是政治名人，嗯，因为宋家三姐妹有钱又有身份啊，宋这个宋氏王朝嘛，而且呢，这三姐妹来讲，在当时都很有名，而且嫁的老公也是很有名啊。来到最危险的地方嘛，最危险的地方，最后就强调了，因为靖国先生不是来到靖国，要到靖国离岛中的离岛，啊，靖国这个大单岛，那大单岛是不是有清单？清一打来讲的话，就中国这边西凉外的部队有个什么？就是你根本没办法跟他统一吃的，没办法跟他统一吃的，所以他走到哪里来讲，他兵会吃什么，对吧？他兵会吃什么？哦，这样子啊，就中岛呢，人家准备中岛，他都没有什么，没有啊，这个包子也是拍张照。哦，反正被他吃过的店来讲，现在生意都非常好，都很好，都跟他拍张啊。嗯，那生意非常好，连我们中金店的包子，哦，也行李也较好，真的很好哈。所以你如果说没卖吃的哈，没卖吃的，生意要好很简单嘛。最主要，我们没有本事是请名人嘛，有意思不？那么不是请那些名人嘛？但是我们总有亲朋好友吧，自己有什么好不好？哦，你吸毒去又拍起来，啊，就难得你好奇嘛。对，原来是这个吸毒。我也是看新闻报道才知道说，原来上当会死的。在搞什么？你们是以前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在做广播去。哎，是啊，上当会死人的，因为冬天进来很冷嘛。澳门住的是那个三盖房，是吧？他这个矿工队也是比较比较密闭式的，所以还好。好像正面的几家都报名了，那个叫什么？啊，台东那个杨恩典呢？恩典，恩典，恩典啊，名字来讲是恩典啊，对，是要取的。对，那一出生，他出生就没有双亲。对啊，其实这个不能怪现在的小朋友，得怪父母亲啊。为什么怪我们？你小时候来讲，那干过，啊，你那你一直没碰啊，今天没办法，真的。那不还干过？他要五块，你就给他五块。小时候有办法，那我过后你就这个轻松嘛。我好多料，三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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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